金额，然后现在那个钱要领下，要5%的押金。就是你的钱还拿得回来就对了。是哦，这样子想，因为其实我当初的那笔钱，我是用贷款去。我知道，但是你那个博弈的那个网站到底是真是假，根本就不知道啊。对。哎，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先生？我这边是中国信托，请问你是哪一位？中国信托吗？请问你的职级跟姓名？对对对。处理什么样的业务？你可以问他。直销这个会员业务。你是？ 会员业务什么样的会员？中国信托，他这边是有申办的一个会员业务，那我们这边帮他做取消。好，取消什么东西？没有说要做，对，没有说要做什么的呢？是说你不要误会哈。取消什么东西？是你的什么取消什么东西？取消什么东西？你说他什么会员要取消？取消他们那时候我们是投资一个博弈嘛，那个娱乐城，然后到了一个金额，然后现在那个钱要领下，要5%的押金。就是你的钱还拿得回来就对了。 是哦，这样子想，因为其实我当初的那笔钱，我是用贷款去。我知道，但是你那个博弈的那个网站到底是真是假，根本就不知道啊。对，我那时候跟你说，那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做的网站啊，他们后面工程师怎么操作你又不知道，那也不是真的，说不定他们都不是真的博弈的网站啊。网站，有可能就是，我在想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去骗子？所以这是骗人的啊，很多人就是。 因为像你这样子，然后就领钱这样子。有。你在哪里？妈妈，你在哪里？我下面只对银行跟警察跟什么？他说你贩毒，他说你去朋友圈。你跟他确认有没有了？你可以加深信，是你。